号上午7点起隆重举行，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千万侨胞都为这位伟大的军人政治家而默哀。家奠于7点起在台北市立殡仪馆灵堂内举行，陈故副总统的长公子绿安、四公子绿杰等都跪在灵堂内泣不成声。蒋总统于7点35分莅临陈故副总统灵堂，向陈故副总统致祭。八点整起灵仪式开始，鸣丧号19响。起灵仪式由治丧委员会召集人张群主祭，陪祭的有严家淦、黄国书、谢冠生、莫德惠等多人。8点15分，陈故副总统的灵柩在一片哀乐声中缓缓地离开灵堂，移上灵车。8点20分，灵车开始起行，陈故副总统的两位公子走在车前，扶柩委员分别由张群、严家淦率领，在灵车两旁庇护。最前面的是开导车，副总统骑挽额车，捧军军官三军一队一向车。陈故副总统灵车出台北市立殡仪馆以后，由民权路走向中山北路，政府机关首长、民众团体、侨胞代表、各国使节、北市市民数万人步行送殡。台北市路祭由市长高玉树主祭，市议会张祥传议长等陪祭。由中山北路、民权路口起，送殡人员分别乘车，沿中山北路经复兴桥到中正路。再经北门折入中华路、成都路，然后过中兴大桥而到台北县。台北县路祭在中兴大桥西端隆重举行，由县长苏清波主祭。陈故副总统的灵车进入台北县境以后，新庄和泰山乡民众都自动地在门前肃立，并摆设香案致哀。
陈顾副总统的灵车到达泰山乡，泰山乡公所全体职员在门前举行隆重的入祭。陈顾副总统的墓园在泰山乡同龙村的青山之阳，10:40举行迎灵祭以后，有32位杠夫将陈顾副总统的灵柩从240级的墓道上抬至墓地。治丧委员会召集人张群等都在墓地迎灵。蒋总统于上午11:30亲临陈顾副总统墓地致祭。安葬礼由治丧委员会召集人张群主祭，严家淦、黄国书等陪祭。陈顾副总统长公子陈立安接受张群秘书长的赠旗，安葬礼于是在肃穆的哀乐和19响丧号以及安息号声中宣告礼成。